好，我们到这个玄铁棒哈。女侠姐姐，你还要说几遍？只有这个把这个顶举起来的人，才能进我们玄铁棒。是啊，咱们以打铁力棒需要就是气力，班规就是无力者不得入咱门啊。新人入门以举鼎大小决定位阶，就是老草每年要重新比拼。看我健美的姿势很有力吧？谢谢，谢谢大家陪我过生日。奇经门第六弟子十，沈威大哥，这不是存心为难我吗？为了朝廷的设立，需要马上给送给贵派。跪拜的掌门，你就行个方便，放我过去啦。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这是玄铁棒多年以来老规矩。啊，姑娘为难的表情好可爱啊！我以吴兄长的名义起誓，绝不能让无力举鼎的客人进入，多争取姑娘家聊天的机会。要是只有人打高一点茶水的，或许我们会去旁边休息，说不定能帮忙擦擦汗、捶捶背更好。这摆明是想吃我豆腐，大哥，难道没有其他办法吗？没有，不决定不放心。我就这么低声下气了，守卫还真是死脑筋。那我教训他们一下。这守卫仗着自己蛮力为难女孩子，实在过分。两位大哥，人家有朝廷命令，肯定是有急事而来，而且一个柔弱的女孩子怎么可能抬得起这个顶？你是哪里冒出来的？和他什么关系？哪儿杀出了程咬金？我是他的朋友。哼，你是他的朋友又怎样？我只按规矩办事，别来坏我们的兴致。那我是不能抬起这个铁宝顶，你们是照样不能进去。你说的这是个宝顶吗？哼，真是，别看它不是很大，可比你想象中重得多。你这副样子能行吗？要是那来一刻脸上挂不住，我们不被掌门重罚才怪。这个顶太小了，不值一举。那举后面这个吗？让我试试他吧。这是玄铁棒中最大的霸王顶，你不可能举得起来。嗨，现在可以了吗？哇，竟然真的有人能把这个顶举起来，厉害！这位兄弟力气过人，竟然，两位请进吧。大哥真有蛮力，刚才你奋不顾身把我解围，真是谢谢你。小女子张青玉，你呢？在下名叫叶南天，燕是飞燕的燕，蓝是蓝色的蓝，天是天下的天。你说起话来都是这么一本正经的。平时不是，现在这样，因为你有点紧张，是因为见到我吗？我还是第一次看见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所以我说啊，你这说话方式到底是因为你不善表达，还是习惯哄女孩子开心？我也不知道，总之我说的是实话，我这样说让你不高兴了。那倒没有，只觉得你说话很有意思。对了，你来玄铁帮要去找谁？我要去正殿找掌门师伯铁傲，你呢？真巧，我和你找的人刚好一样，你带我去正殿好不好？因为我是路痴，光为了到玄铁帮就已经绕了好大一段路，带我去吧，好不好吗？爱心，我很忙，没空管你。没问题，交代包在我身上。没问题，跟着我走吧，我带你去正殿。撒回，还不是因为燕南天又壮又帅，要不然早被告性骚扰了。
啊，是 online game 的。哎，就是他了。左右门卫刚刚已通报，两位来找老夫，所谓何事？在下齐星门六弟子张清玉，奉朝廷赦令收集金石，降服灵兽，希望能得到贵帮的支援。把信拿来给我看看。明白，本帮的采矿经验技术确实独步天下，原来是希望咱们相助。即使朝廷设立玄铁帮当效犬马之劳，人选明日帮你挑定。一路奔波而来，想必疲累。来人，带张姑娘去客房休息。多谢铁帮主。小伙子，你呢？在下叶南天，奉家父之命前往玄铁帮协议，并附书信一封。哈哈哈，原来是叶老七的读者，难怪有本事举起半碗鼎，但好福气啊，好福气！您过奖了。令尊的事情，你铁伯伯已从朝廷得知，本门又统是一名英才。老七的个性就是鞠躬尽瘁，这件事情不应备案，我们都以令尊为荣。铁伯伯所言，晚辈是的。你爹是师父最喜欢的徒弟，他自创新的淬炼技术，是本门中少数人将玄铁炼成玄钢的人。人生木讷，就取个美娇娘，当时本门师兄弟煞羡不已。对不起啊，一时想起前尘往事，今后你就入本门好好习艺，铁伯伯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你也先下去休息吧。来人，叶师兄，请跟我来。我是师兄。举起半碗里的人，就是我们新进门人的师兄。师兄，你的床位就在这，我叫阿铁，是段字堂的。你的所属还没有确定，说不定可以和我分到一个堂呢。有劳你了，我出来玄铁帮，不知道有没有特殊规矩需要遵守一下。这个倒是没有特别需要注意，就只要早上去正殿集合，接受早训，每天听师傅唠叨家国君臣，耳朵快长茧了。呵呵，帮主果然和爹一个脾性。哎，又想起这些伤心的事情。你晚饭还有几个时辰，师兄可以四处走走看看，如果有什么事就和我说吧。那我就四处走走，熟悉一下环境也好。对了，慕容大哥要找段野的贤才，我可以顺便帮他看一看。好。哎，每天这样打铁真没意思，干活啊干活，什么时候才能出头？我这样的天才不应该被禁锢于此啊！这位大哥，为何这么说？难道玄铁帮中不能发挥你的才能？我们李家祖上三代都以打铁为生，若论断野技术，绝不是这里的一流师傅。可现在想要自立门户，却无本钱，只可被吞在玄铁帮中，龙卧浅滩了。这位大哥真是一点也不谦虚，既然他要自立门户，更会介绍给慕容大哥，只是不知道他技术到底如何。大哥，你怎么称呼？别担心你，名符号。小兄弟你呢？我叫叶南天，我认识一个人，名曰慕容隐，家资虽一般，却为人诚恳。他愿意招揽段野技术高强之人，不知李大哥有没有兴趣？哦，真的有这样的人吗？那我好好考虑一下。你说那人在何处？就是那个叫慕什么龙隐的，我该怎么找到他呢？我帮你写一封信，这上面有他的所在地和我的介绍，你就按着上面走，离玄铁帮也不过是半天的路程。
到了那里，你把这封信交给他，他就明白是怎么回事。慢着，我怎么知道你是不是骗我？我还不相信你呢。再说，为何要骗这？你要如何才能相信我？这样吧，你去帮我找一块紫金石，我就相信你的话。紫金石，紫金石都出现在人迹罕至之处，而且很珍贵。这种每天人人出没的地方会有吗？若不能显示你的诚意，那我该如何相信你呢？这说的也是，我这么直接的问，也难怪他会怀疑。没办法，去找紫金石吧。好，我就帮你去找。玄铁帮就移出紫金石，而那里在门外挡风避雨的地方。这个家伙明明知道的地方，还跟我打哑谜。算了。真正的高人往往都有点脾气，为了显示我的诚意，就帮他找找吧。好，我去找。不过门外挡风避雨的地方是哪里呢？找到，在这里。原来如此，果然就在这里。快拿去给李福宏吧。李大哥，你看看，这个是不是紫金石？好小子，学了一手经典的好技巧。竟然可以得到这么完整的紫金石，而且眼睛也够尖。好吧，我答应你，把信给我。其实我听过慕容影的名字，为人豁达而沉稳，值得可靠。太好了，我进去就会去那一次，在那里我们再见吧。小兄弟果然有义气，这个黑金石给你，我们行商营地见吧。天色也不早了，走了一整天有点累，回寝室吧。夜里，玄铁棒的庭院传来阵阵的打斗声。中文一般的大院吵吵闹闹的，也不知道干什么，害得我没睡好。啊，糟了！玄铁棒每日程序，上一帮中大小都市，所有弟子要去阵内集合，时候不早，赶快去吧。哎，最近我发明一个舞步，跳着感觉挺带劲的。不知几百年后有没有人还跳这种舞啊？到了走路了，你要想迈克杰克森啊？哎，对了，差点忘记，还得先请帮吴厨子的大忙。但是你送去的猫有新的名字，叫什么名字？叫悠悠，还不错吧？就这样。好险，赶上了。董徒儿听说要为朝廷做事，奋勇积极，昨夜彼此的一晚，竞争出武功最高强的上位。打闹一夜，原来是为了这个。这种事情怎么不通知我？不过贤女相伴，路上互相照应，还是给挑选谈得来的人。张女侠，自己看看哪位合适。得帮主费心呢、啊，请让我瞧瞧。铁臂李固言。双手玄铁神兵，无坚不裂。怎么跟智障一样？顾言和话少，只做任分内做事，旅途必定勤奋，不打扰你耳根子。快腿徐敏中，我的两腿踢起人来就如同风神乱舞一般，连轨迹都看不清。哦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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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命中他可日行百里，下凡功夫好，而且心思细腻，交代的事情过耳不忘。你不是昨天那个门卫大哥吗？昨天不好意思，大王大力王，大力王宰西，王西仔，有我作陪，无论西运多少重物，我都扛得动。又不是买菜，提供有什么用啊？不许胡闹！这群小伙子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来客见笑。这其中可有合适人选？这……是很久没见过女人吗？这么饥渴。不过张姑娘就要走了，还没跟她多说几句话。
好，我决定了，就是他。我吗？蓝天，嗯，就是他。伊能听感到四周投来的沙拉的目光，带着彻骨的寒意。这蓝天孩子是个新的，历练经验都有所欠缺，张女侠不再考虑一下？他是最合适的人选。蓝天，你能担当这个大任吗？选二，承蒙张姑娘抬爱，愿是命助张姑娘一臂之力。既然双方都同意了，那就由蓝天辅佐出行吧。弟子遵命。刚入行要远行，传授一些玄铁帮的真本事。玄铁帮善用重剑。那刚才那个无影腿是怎样？在路上遇到挡路的石头，可以用鼠标或 Tab 键把右下角的地图技能换成斩烟。再点击挡路的石头，就可以用剑将其斩碎。感谢，我会多加练习的。事态紧急，我们走吧。明白。都下去吧。沉默是金。哦，好爽哦！有需要可以。事情真的那么急？为什么走那么快？为了不被狼群吃掉。狼？那群师兄弟。对了，为什么选我？顾言、米中师兄他们不是比我厉害得多吗？你猜呢？这笨鸟，这伙伴好歹要朝夕相处，我也应该考虑外表吧。原来是外表的部分啦、啊。猜不出来。不过张姑娘，叫我青玉就好了。那青玉，我们现在去哪里？先让我看看你的实力。张青玉对叶蓝天端详了一番。哎，没想到你只是个有蛮力的笨牛，真让我失望。我真的这么差？就是说你是笨牛吗？脑筋真不开窍，会选你自然是有一些优点。不过当前我们还需要一些特殊能力的帮助。特殊能力？那是什么？比如说我有实操这种特殊能力。哦，那有什么用？实操是操作时间的力量，在战斗时用以加速的。你看，这些力量就是靠我手上的这块金石方才获得的。类似的金石我见过，是一个叫做桑的人，他身上带有一块。他是我的二师兄，不过桑都为他似乎相当残忍，而你也来自奇经门。帮奇经门挖掘精炼金石，该不会都是执行这样的工作吧？你能和我说说他的事情吗？一两天把马蹄村发生的事情向张青玉说了一遍。原来是这样，二师兄几十岁的时候差点死掉，当时被师尊紫金上人所救，拜入门下，授予奇经，后舍弃本名，改名为桑。他对师尊命令就有遵从。其实本门门规甚严，我们所有人都要听命行事。咱们替朝廷办事，只要不是不逆天理伦常，手段有时候不是自己能选择的。这边看攻略是写说选哪一个都没关系，都不会影响到。不过我们选二好了。我想奇经仿若剑之双刃，能够行善，亦能为恶。只要师尊秉持奇经门创设理念，为国家为百姓行良善之事，本门就不会走向邪路。你所言很有道理，一爹爹教诲，若你奇经行善，我才愿意出力帮忙。印象中上看到的奇金石是暗黑色的，你的却是青色流光。奇经门人皆佩戴侍从生命的金石，其颜色独特的力量和跟持有者个性修行的法度有关。三师哥未有暗之力，我继承良心血缘，掌握实之力。以后我遇到师兄弟再多介绍。
好美的青色银灰，里面还有一条鱼一样的光影流动着。你做什么握住我的手？啊，不好意思，哼，果然是道笨牛。为了完成使命，我们当前的实力都还不够，需要增强。青龙峰中乳洞穴的第一水岩中，有一只叫做药理的灵兽，我们去降服它，然后把它的力量纳为己用。这难道是要杀了灵兽？只是说服它吸纳它的能力，而不是杀了它。朝廷是允许这么做的。既然如此，事不宜迟，我们快些去青龙峰中乳石洞吧。中乳洞穴，糟了，差点忘了慕容大哥的事情。青玉，在去中乳洞之前，我们先绕去另一个地方，就在玄铁棒附近不远。嗯，好，我们不要花太久，因为朝廷那边的任务也很急迫。今天就这样吧，下次小弟要什么好东西，要托人请大哥来过来看看。一定啊，慕容兄为人公道豪爽讲信义，和你做生意我也放心。哈哈，您过奖了，那做好生意一定可以从做人开始，你说是吗？咦，那不是燕兄弟吗？快过来吧。燕兄弟，这样可好，几天不见，你身旁多了一位姑娘啊。托慕容兄的福，玄铁棒之行很顺利，向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慕容大哥。你好，我是奇经门六弟子张青玉，蓝天正在协助我进行一些任务。奇经门吗？贵门派可说当今武林第一帮派，与朝廷关系也十分良好。要是未来有什么在下可以效劳之处，让青玉姑娘尽管开口，不要客气。慕容影必全力以赴。慕容大哥，你太客气了，奇经门也是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大家。至于是否武林第一，奇经门并不在意。哈哈，青云姑娘真是冰雪聪明。对了，李福皇大哥可在这里？哈，我问一下这个干起来，慕容大哥很关照我，以后要断爷什么东西，就尽管来找我吧。对了，南天，这位是贾大富，我最近才开始跟他做生意，他经常经手许多珍奇异宝，有些东西你应该用得上。小兄弟，我看你一身五人装吧，武功应该很高吧？我有些剑啊、假的啊，你看看用不用得上？看在慕容兄的份上，我便宜给你。感谢贾大哥，那么我就看看吧。来来来，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。太贵了吧？这么贵是怎样？我这有很多各地行商过来，要是你有空的话，都来转转。一定的，我们现在就要长亭命令去中乳洞，事情有些急，要不今天一定和慕容大哥多喝几杯。青玉，我们走吧，去中乳洞去寻那个灵兽。好，这里不见天日，仅有几缕缝隙可以透光进入，脚下多生青苔，到处湿滑，走路要小心点。这大牛还挺细心的，谢谢提醒。药理应该在洞穴的深处滴水岩中。哦，马上打到敌人。或许花很多要去刷，好。好哟，下面的水好深啊，还是不要下去的好。哎，还没到，快到了。到了。水滴滴答滴答的声音，这里一定是滴水岩了吧？水滴千百万年的滴下，一分一秒不停不休，把流逝的时间都刻印在石头上面。你听这滴水声，就仿佛时间的心跳一般。也只有这样的地方，日月光华，美丽凝聚，才可以孕育出银兽吧。只是
药理到底在何处。灵气域的奇兽各有特性，有的是 主动攻击型，靠近它领域就会现身驱敌；有的是被动防御型，药理比较胆小，要用同性质的灵气引诱出来。哎，出来了，十只灵兽，它出现了。时间灵气的味道，你是谁？召唤我出来，想要做什么？我想跟你订立约定，借你的力量来用。我每分每秒都要随着十滴快速飞药，这才是我存在的意义与目的。不要打扰我。要是得不到灵兽的认可，就算强制收纳也起劲，也不能发挥出最大的效果。青云看起来正为难。你天天躲在这个小洞中，不觉得枯燥无聊吗？我们交个朋友，一起去外头闯荡。好吧，能带我出去的至少不能是泛泛之辈。先让我试试你们的实力。啊，这样都被说服了。心灵流转，怎么好弱、哦？我的攻击招式好弱、哦，啊，快死了！你像我的回春诀。哎呀，我跟那个快捷键没弄到回春节，难怪。他笨，他是他笨。原来你有实操之力，好吧，我认承认你们的实力，我愿意提供力量帮助你们。你们现在拿出十只金石晶，我就住进去。药理终于让我说服了，我们走吧。不过一个药理就费我们这么大的力气，接下来的灵兽可能会更加凶险。要是你可以更厉害的技巧就好了。叶南天无语。放心，我不是怪你，你的剑法很强，而且内力是有超强潜力，更是无可限量。只是你的武功属招式，出现刚猛，而我的武功大多是心法与药诀，以气劲来御敌。因为我们武学阶段不同，所以配合不好是正常的，你不必因此放在心上。你刚刚提到的心法，说起它来，其实我也会一个心法。你会心法是哪个门派的？我也不知道是哪个门派的，是在梦中一个长着光翼的人教给我的，后来我就一直留着。在梦中学会的心法，你啊还真是。那道心法叫做什么？心法的名字叫做青灵之法。青灵之法，你会这个？真奇怪，我以为天下除了我以外再也没有人会了。奇怪，难道是我娘她？不可能。你在想什么？算了，不想那么多。或许此心法并非娘亲所创立，但那又是谁呢？其实我也会这一招心法。你也会？那真是太巧了。对了，我想到一件事，既然我会同一招心法，那依靠这招心法，我们应该可以找到配合的契机。好，这样太好了，你等我一下。张青玉拿出纸笔，在纸上不停写着什么。写好了，你看看这个怎么样？你把它念一遍，一合你就照按照上面的做。这是什么？会青灵之法与此心法的两人，可以用一招特殊的招式。此招式需要两人合力才行。你熟悉这个招式，一合我们在战斗中演练，
你要好好配合，不要扯我后腿哦。心用阴寒之地冰冻住地的，然后另一人击破寒冰。这一招叫什么名字？这招其实没有名字，不过想想看啊，寒玉冰天怎么样？寒玉冰天听起来不错，不过还有没有更好的名字？有名字就不错了，本小姐第一次取名就叫做寒玉冰天啊。就这个名字吧。吓我一跳，你原来没有消失啊。我只把力量借给青玉，便没有消失，我就住到他的十只金石里面。好，那就用寒玉冰天吧。打乱老人说话，真没礼貌。好了，既然名字决定，那我们就记住它，并且在战斗中多多使用。我会努力练习。那青玉，我们接下来去哪里？秘密，又要让我猜。好了好了，出去后告诉你。青玉小心。你知道怎么使用合体技吗？不知道。看来大块头一会儿还不会懂，我来帮你们说明吧。战斗画面的左上方有一条槽叫做斗气槽，就在那个大轮子右边。斗气槽就在连挤来积攒的，连挤的越多，槽累积的越快。斗气槽越槽满，就如同现在一样，点击最上面的合体技图标就可以释放合体技了。来，你来做试试看。所以左上角是合体技用的，合体技。哇，这也太强了吧！我可以连续放啊。哦，蛮强的。知道怎么用了吧？你教的很清楚，我完全明白了。那我们就快离开这里吧，到出口告诉你接下来的行程。还要走回出口啊？出口到了。你这个跟班比我这个头耳还挤啊！瞧你认真要，好吧好吧，我这就说。听说天地五脉中的东西南北脉最近都有妖魔作乱，且伴有异象发生，这些应该是与地气失控有关。我们的任务就是去各处地脉查探，若发现奇兽出现异变，则设下封印来吸纳地气。慢一点，慢一点。地气、奇兽都是些什么东西？我听不太懂。笨牛，这些东西一时半会讲不明白，你跟我跑这么久，慢慢就会懂了。你真的想听吗？愿闻其详。这东西南北四面的土地之所以可以长出有生命的植物，养活那些飞行走兽，并且孕育出万物灵长的人类，乃因为天上光华缓降于地面，与大地交融为地气，滋养土地上的生命。只是有的地方冷，那么它的地气就是阴寒的，相反就是炎热的地气。有些特点的地气互相作用，聚集成团，大约在神州上分为五个区域，各占据东南西北中五大块。这五大区块的核心就是地脉所在。原来如此，地脉是由地气聚集而形成的。那么奇兽呢？又是怎么一回事？大多数的奇兽由飞行走兽、植物，因为吸收了地气而化育成阴灵，成为地脉的守护神。有的日久通神，能幻化为人形，渗入民间，非慧眼不能辨识之。还真是复杂。我知道一时难懂，路上慢慢讲给你听嘛。好。因为北地脉赤炼山，我师妹红雨已经去了，我们就只有三个目标：一是南地脉天地树海，一是西地脉青龙峰，三是东地脉月海深渊。天地树海是什么地方？天地树海就在南方偏远地方，里面草木繁茂，铺满金虫，终年阴蔽日。最近有传言说树海有去无回，已经有七八人没有消息了。那青龙峰呢？
西地曼青龙峰吗？那个山形秀美，绿树成荫。可是最近一旦入夜，温度就骤降，连在山脚的人都忍受不了。月海神渊呢？很好听的名字。东地曼月海神渊，那原来是海底栈道，现在已经成为一片汪洋。最近的异状是海底经常无缘无故的发生像雷鸣一样的巨响。这样好了，我们一个一个来，先前往天地书海吧。好，那我们就出发吧。好，今天到这边啦。那喜欢我的频道，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我 IG、FB 还有 Twitch。那要加入社群，可以扫一下 QR code， 有影片的 QR code 跟影片资讯栏连结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新九曜传教前传的游戏。